两个没回家。啊，你们两个直接去开房啦？这不是，这也太成人了吧。你小子别犯浑啊，穿上衣服赶紧给他道歉去。衣服呢？我不去啊，我又没做错，我道什么歉啊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小心眼的儿子？两个人在一起，是非黑白哪能分得那么清楚？这不就是你退一步，你再退一步，你一直后退，一直妥协，这日子才能过下去啊！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能看上你爸？你连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，你就让我退一步，再退一步，再退一步。二三，你听妈妈跟你说啊，你就这么想，心若好不容易做了这么个项目，对吧？你这么天折腾一下，万一给人搅黄了呢？你心里不得愧疚死？劝我，人沈星若都说了，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劝我有什么用？不争气的，你就是个蛹，村里边别出来了。方莲帮我拉一下，谢谢。没分你。关键时刻还得看你啊。拿着，这是这东西是他最宝贝的，一直锁在抽屉里，我好不容易才拿出来的。我当年只要碰一下他就跟我翻脸，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，这里边的东西都是跟你有关的。你们俩这都十几年的情谊了，多不容易啊！我相信你们肯定能找到一种更好的相处方式。跟裴姨出去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裴姨给的。嗯，但我还没看。进去，咱们一起看。快点，看看看。秒开了。啊。哇！哇！细心了，连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机票都留着。这些都是我俩那些年的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酒店。沈星若，你18岁生日那天不是跟我们一起过的吗？我跟你们一起玩完之后，我们两个没回家。啊，你们两个直接去开房啦？这不是，这也太成人了吧？不是你俩想的那样。